12月7日，有八卦媒体曝光陈坤与友人饭后步出餐厅的画面，画面中似乎有点喝高的陈坤与友人一一拥抱，亲亲道别。据悉，当天一同聚餐人员多达10人，几乎都受到了坤哥的热情吻别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道，一言不合就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果然不能喝多酒，容易懵。